凡是成就大事者，第一关就是练你的心。按佛家说的是，你的心动不动？心动，万事啊都跟着动；心不动，啊，这少劫少难。心不动或心能定，你才能成就大事，成就正业，成就正业也是好事，利他之事。九指妖还有什么1亿多美元啦？也是房子没了，裕达没了，盘古没了。共产党让的就是我那个心动，就让官贵的心动。只要我心一动，共产党就赢了。啊，他把我那同事抓走，把我家人抓走，他让的我就是心动。啊，七哥做到了心不为之所动，成就我们的正业，不为师所动。不为德所动，不为淫所动，不被欺所动，不被虚所动，不被福所动。上下的臣服和欺骗、背叛、性欲、名誉、利益、给予、名声，不被这些东西控制你的心情气节，咱才能叫半路要革命，你才能有资格谈灭共。